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92精灵能耗被动窗，门窗配置越小，恒温保温性能就越好。我们将这个窗型的配置到 0.78， 可以使房间达到恒温、恒湿、恒氧、恒静、恒洁的效果，并且通过了德国被动房研究所 PHI 权威认证。它是目前国家提倡的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最佳的系统门窗解决方案。目前我们与之合作的有郑州五方科技馆、山东德州新宇材料有限公司、上海浦东新区幼儿园项目等。